因为注意车辆高度，经过城门时车厢遭卡住，横井获报后立即到场，将车辆轮胎泄气，以降低高度顺利排除，现场无人伤亡。是否有造成古城门毁损，横井将依规定通知驾驶人到场制作笔录后，将函请屏东县文化资产保护所实地会勘后，再行函送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。前一晚才在屏东恒春开讲，隔天一早，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又出现在高雄市区的传统市场。不过，对于前一晚发生的小意外，似乎还在状况外。请问你对那个恒春古镇特批的自行车撞到有什么看法？小心。哦，感觉非常感动，东摩摩户籍，我上屏东，对，请大家民众进去支持民众党。原来吴欣盈开讲同时，附近的恒春古城西门刚好有宣传车经过，结果车顶太高，撞到顶部卡住，一度动弹不得，最后轮胎泄气降高，才能顺利脱困。虽然隔天一早现场看起来没有大碍，但恐怕很难传过水无痕。依文字法103条，它是得处以5年到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，并得科50万到2000万的一个罚金。